近日，五月天演唱会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不过这次并非因为他们的音乐有多么震撼人心，而是因为演唱会现场引发的地震传闻。然而经过仔细分析，这其实是物理共振现象的一种表现，与真正的地震无关。在11月19日晚的演唱会上，主唱在快歌前特意提醒大家用挥手代替跳跃，以避免对场地造成过大压力。当唱到经典曲目离开地球表面时，他更是带领全场观众左右挥手，并比出手势让大家站好不要跳。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五月天对观众安全的关心，也体现了他们对演唱会现场秩序的维护。尽管如此，演唱会现场的氛围依然热烈非凡，观众们随着音乐的节奏挥舞着手臂，高声合唱，整个场馆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笼罩。而所谓的地震传闻，也不过是这场音乐盛宴中一个小小的插曲。期待五月天在未来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和难忘的演唱会体验。